有吃过这种古早味吉亚冰吗？这间是位于屏东市林森路上的森林冰果店，是我从小吃到大的，木瓜牛奶跟红茶也都很好喝。今天要来介绍他们家的吉亚冰，是他们自己做的，而且一支都不超过20块。他们家有一个口味很特别，是咸蛋口味，我很喜欢，推荐你们可以来试试看，下次来屏东不要错过哟。